欢迎收看，我是金钱报，带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我是大 K 曾焕文。首先欢迎现场嘉宾，第一位是乙哥聊天室的知名主持人黄庆乙哥，第二位是财经 B 外客 Vincent。好，这个台北股市呢，在七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呢，今天哦，有一点演的上半场的好戏啊，因为中场呢跌了41点。因为今天盘中哦，确实也继续创下历史新，应该来到了17863点。但是呢，这个行情啊，我记得很多人讲过，说每一季的第一根 K 棒哦，通常哦，有可能哦，可以代表未来这个三个月的行情，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哦，今年的1月1号的 K 线长什么样子？1月1号的 K 线呢？好，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根长红 K， 未来三个月呢？哎呦，真的一路走高哎！哟，第一根 K 线好像有意义哦。那我们看四月份的第一根 K 棒在哪里？四月份的第一根 K 棒，来，在这个地方，4月1号，好，在这里，上下影线的小十字线，结果未来三个月行情也上去也下来，哎呦，好像也蛮符合上下影线。那重点来了，七月份的这一次的 K 棒，哎呀，既然是一个开高走低的小黑 K。会不会再印证一次呢？待会跟这个 V 怪客跟乙哥来做一个讨论。好，那重点来了，现在的疫情呢，影响到全世界人的生活。我们来听一看股神巴菲特怎么看这一次新冠疫情对他的这个影响。他说，这一次新冠疫情最大的教训呢，是告诉人类，凡事呢都需要未雨绸缪。因为这疫情一来啊，当初也没有疫苗，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人类缺乏未雨绸缪。那在股票市场投资何尝不是如此？你今天如果要赚到航运股的钱，你要赚到钢铁股的钱，基本上你就是要未雨绸缪。我记得乙哥包括 V 怪客一两个月前就跟大家讲钢铁股，你那个时候呢就未雨绸缪布局钢铁股了，你今天呢就不用杀进杀出。所以呢，未雨绸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但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好，那讲到这个行情呢，我们接下来呢跟 V 怪客先来讨论。 V 怪客，大家以为他只懂总经，对不对？以为他只懂这个基本面，错。V 怪客呢，真的是个宝。这个呢，老冯有练过，他曾经在民国87年，对不对？那个时候去哪里？什么基金会啊？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然后做什么？做元大证券主管培训班哦。对，当讲师啊。是主管培训班的讲师，而且是第一期。所以V 怪客其实对于期货、衍生商品也非常的了解。对对对，据我这个侧面观察，他最近对于航运股呢开始做一些价差交易，这个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做一个分析。那刚好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会跌，我们既然讲到你是期货专家，我们来稍微讨论一下今天上半场的时候，画面上呢这一条紫色的是现货，黄色的是期货。那十点之前哦，其实现货都在这边是平盘嘛，盘上期货都在盘下，所以其实今天感觉上期货特别弱。那早盘呢这边哦，大盘现货有过昨天高点，但是期货没有，期货是后来才被带上去。对对对，但是一过高之后呢反而就急杀。你觉得以这个期货专家来看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败笔或是提点给大家？今天比较特别，就其实各位如果观察、过去两个交易日跟今天差别就是什么、今天很特别，是逆价差扩大。那逆价它扩大，通常就是说你指数过高，假设我们在9:15以前，你看到那个，因为9点开盘了嘛，那期货如果跟现货这个逆价差扩大，其实代表市场的心态，就变保守了。是，那市场心态变保守，其实我们后面就可以验证，确实，这个今天的行情就比较没有像昨天那么强，就没有一路走高。对对对，为什么这样？我跟各位报告，通常不管是法人或是市场的主力大户，你去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行情，你要用那个市场心理学去角度去切入啦。说假设我是大户，你要想象你自己是大户哦。假设我好几个亿在操作，或是我是自营部的操盘人，像我们自营部，就说
当行情我认为可能后面风险是加大，我一定要需要避险嘛、嗯、是避险，你第一个反射动作是什么？一定是先从期货下指数期货下手，对，一定 先卖出或是放空嘛，大户也是这样、嗯、所以通常在市场、哦、如果要进入震荡的时候，通常逆价差会扩大、嗯、哼，就被卖期货先卖下来，被卖下来、嗯、那外资的操作也是啊，外资其实也我们不能讲黑心外资啊，其实法人 都是一样的，都为了赚钱为目的啊。对，赚钱，外资你看过去也一样哦，他如果把那个期货空单布局很多了以后，他目的是什么？他只要把手上一些台积电把它杀出来，他期货那个那么大部位是不是就赚钱了？是、嗯、哦，这个以前我记得阿哥好像也有解释过这个筹码，其实上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你把自己想象成大户，你就讲你想赚这个钱，嗯。那你当然是你一手现货一手现金，你要赚往下的钱，但你一定会先空期货，对，期货空下去那个现货再给它倒下去，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未来逆价差没有收敛的话，这个指数可能要大家要比较小心吗？对，就是说陷入整理，它不一定、嗯、不一定会狂跌啦、不一定会狂跌，但是它就是本来是很顺利一直涨一直涨每天创高，对，但是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它就会形成一个高档震荡，是它就不、嗯、越往上走、哦它就会压力越大，会越辛苦，所以期货在极短线可以判断这个、嗯、这个市场的情绪面是很重要，它有领先性。好，这个因为 V 怪客是期货进阶班的讲师，我问这个问题太浅了，但没关系，他先让他浅尝即止，了解一下。好、哦，那接下来呢，他有一些看法要跟大家做分享。嗯，那我一开始哈，我因为这个新的数据出来哈，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做个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哈。嗯，那为什么？其实台湾、哦、我们讲基本面嘛，主人跟狗，我们随时都要看主人到底方向有没有变。嗯、那我们知道台湾的出口订单来自于两大国家，对，中国大陆跟美国，对，就是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大陆、嗯、那所以说，我们不只要关心美国的一些数据啊，那中国也很重要、啊嗯、因为我们的出口依赖度大概有42%，嗯，依赖度哦，是哦，是、嗯、所以我们要看那新公布出来的中国制造业 PMI 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蓝色的曲线是财新啊，是民间版本的公研究机构啊，财新公告。那中国官方的呢是红色的，嗯，好，那我们不管从这个蓝色的还是红色的看，我们看到，它是不是走缓了？是，好，没有再往上冲了。对，如果说是以中国财新的公布的数字哦、嗯，这个是上个月的，是最新的数字是51.3，上个月是52，所以降了0.7，是啊，0.7，嗯。那如果以中国官方公布了上个月是51，这个月是50.9，哦，也小幅降了0.1，这样应该还好吧？是吗？还好，就是说最起码都维持在50以上。嗯，但是虽然维持50以上，但是它是在降低的，是缓降，是，所以代表什么？直觉的哈、哦，直觉你要有一个反射动作，就是说这告诉我们这一波的所谓的景气循环是建立在库存回补嘛？嗯。代表这个库存回补的循环，中国已经慢慢领先美国要结束了、嗯、哦，是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很注意？就这个是基本面，嗯、就我们两大订单来源，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嘛。对，那补库存的话，这个库存循环，美国才还在扩张，是，但中国已经慢慢在、哦、对，但是中国这个补库存的循环已经有一点力道越来越弱了，对，已经走到超过一半了，嗯。好、哦 okay. 这个可能走到1/3、哦、那会不会结束掉？那当然我们每个月要持续追踪、嗯、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 PMI 整体呢，它里面有五个大项、嗯、那最重要是新订单，因为它跟美国的这个有点不一样。美国是、哦、几个项目都是平均值权重都一样，但是中国 PMI、嗯、新订单占了30%、嗯、好，所以这个权重特别大的我们就要 关注了、哦、是，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讲说新订单跟库存嘛，这一波的景气是这个所谓的补库存的循环周期啊、哦，这个库存循环周期。那红色的部分是什么？红色的部分在这边哦，这叫成品库存。好，成品库存。当然，当你半年前开始解封以后，开始努力生产，就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时候，它当然会努力生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成品库存是慢慢上来了，是好是微幅上扬。那这个新订单的部分、哦嗯、虽然它也是在50以上扩张阶段，对，但是、哦、
你这样看很不明，因为两个都微幅上扬，所以把它两个相减是吗？那这个新订单的部分，我们还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它 local 的，国内的，国内，一个是出口的、哦。出口，那出口当然就是跟全球的景气有关系。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新订单的部分，把里面所谓出口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把它减掉成品库存，是，减掉这个库存，我们看到黄色的柱状体，好，就这样，就是说。当你的库存在增加，但是你的出口订单，没有等步增加的话，其实你这个柱状体就越来越短。对，柱状体就越来越短。这个其实就代表一个，你看嘛，从这个，这去年年中到现在，这是一个补库存的循环，有没有？然后上来，然后慢慢下来。所以你看看，在这个阶段，去年这个阶段，其实中国股市反而比较强。我们可以回去看那个 K 线，有没有去回忆？那这边开始走缓，等于说，当你这个土黄色的柱状体哈、渐渐收敛，渐渐收敛到零轴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出口的新订单跟库存成品库存是一样的。那你的经济活动可能就会变慢哦。是，好，等于说整个补库存的循环就结束。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地方都要非常谨慎，就下半年，也没有什么 easy money 了哈、这个操作难度会越来越高，因为上半年都是美国也很强，然后中国大陆 也很强，不错，对。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慢慢在收敛。对，就是说我们新的从中国 PMI， 我们也看到说这一波的这个景气补，所谓库存回补的周期循环可能快要结束了。所以这个要相当留意。好，那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台湾本身呢。那因为当今天早上刚刚公布了这台湾的 PMI， 当然这是国外机构，这是 market。好，这。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跟各位解读我们国内自己机构的那我当然我们两个都参考也是可以互相对比。我们一般比较少看到这个 market 的台湾 PMI。对对对，因为我基本上我是比较相信说我们国内的法人机构调查机构，它比国外机构更了解台湾的企业。它比较接地气，就对。对，所以我会比较参考它，因为你看我们讲台湾的 GDP， 过去两年国外其实估的都没有国内法人机构准，所以我觉得采样，但它还没有出来，它大概明天会公布。那我们先看国外怎么看、？Market 这个机构呢，看台湾的制造业 PMI， 各位看哦，上个月是多少？上个月是62哦，很高哦。哇，这个月怎么变57.6？这个落差有没有很大？有哦，很大，很明显。各位看，你这样弯下来，所以这个为什么我特别一定要跟各位报告？就我们讲说今天是7月1号嘛，七月一号进入这个台湾的第三季，是我们传统游戏老话叫什么？秋收冬藏，有没有？对，那你如果对到这个数字这样下来，但我也会毛毛的，我会害怕就是啊，是不是秋收冬藏哦？要这个，对，这次可能没有这么好了。对对对对，就今年很特别，因为新冠病毒把整个我们的景气循环有点扭曲了。对，那上半年是淡季不淡。是，那下半年会不会变成旺季不旺？因为你已经先拉货了，你知道吗？对，好，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留意，但还是要参考明天公布我们本土机构公布的这个 PMI。那这个当然已经给我们就看到这个至少在国外的调查机构来讲是呈现很大落差哦。对，掉得非常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你不要以下半年，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就这么容易赚了这个因为基本面，这个。这国外机构会不会没有调查到钢铁航运的从业人员？我也是怀疑。那怎么掉那么多？采购经理人指数它有乐观的程度，看是怎么样。有时候，这个我也不方便回答了。但到最后，它目前调查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国外。明天那个数字你会特别的留意啊？对，明天就很重要。那我们在礼拜一会跟各位做比较详细的解读那个细项，所以要留意哦。好，这个图要留意哦。这落差很大哦，掉下来这落差很大哦。所以对行情的看法，现在就是美国还 OK， 但是中国大陆呢，可能开始这个不断在收敛。对，所以又有这个 market 的这个数字往下掉。对，所以其实其实环环相扣，所以你也不能讲这样已经变成多空在互相拉扯了。对，所以你也不能讲它不对哦。你也不能讲很难讲哦，这个很难讲。所以为什么？我记得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在讲台湾的新那个外销订单嘛，我也是跟各位讲说，那个数据一出来以后，我比一个月前
我稍微变保守，为什么？因为它也是往下掉，往下掉。好，所以其实这个数据不会骗人嘛。其实我们找钢铁股是这样找出来的。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加权指数啊，那这是道琼。那我们看我们的外部环境，是目前为刚是讲的是中国哈，但是以美国来讲，我们讲说这个美国的，但美国 PMI 出来，我们还是会解读，但是目前数字还没出来哈。那这个道琼，各位看哈，现在还没有做头现象，是，所以我们也不要预设立场说哇，这个行情看到刚那个东西就啊，认为行情对啊，昨天这个就走空了。纳斯达克一休息，变道琼涨啊！对对对对，组合拳一下子涨传产，一下涨科技。对，所以我说，因为道琼来看，本来是道琼比较弱嘛。那道琼既然比较弱，连比较弱的部分都还没有做头的形态出来，其实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哈。好，那这是道琼。那我们看科技股，科技股就强了。对，科技股都是这种处于随时还可以再创历史新高的位置，姿态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以基本面，我们讲主人为考量点的话，就是等于说美国还在往上，是，但是我们的很大一个大客户呢，中国大陆，开始有点往下了啊、这个就要留意小心了、那这个是整个在股市的反应、那接下来我们国内，我们讲说操作面，那现在很多投资人一定很困扰，就是说本来预期说，哎呀，这个钢铁航运如果转弱，是不是资金会回流到电子？结果没有啊，结果没有。对，今天转到那个塑化股。对，应该不也低，结果不也低，不也高耶。就钱没有转回电子啊，就转到塑化。是，所以我们看哦，那现在就是你的操作上，那今天当然说钢铁股开始已经涨多，有点震荡了哈、是，那到底是要下去了、这个行情到底结束了没？那我觉得哈、我过去常提说。看法很重要、但是做法更重要。那、为什么呢？我前一次才讲了嘛，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市场。是。好、市场资金还在这边。为什么要尊重市场呢？因为市场、是发钱给你的老大。对。千万不要跟老大作对。对，不要跟老大作对。那我们要看说钢铁股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好。这个是有代表性，这是2014。中鸿。中鸿。那你中红礼拜一教我们，礼拜二教我们说前低不能跌破，对不对？对，没错，前一天。那这个有代表性的嘛？那你看哦，它前今天低点是不是昨天的低点？昨天低点了，是不是有跌破？好，它最低有跌破昨天低哦，那高没有做过昨天高哦，所以你看这惯性有改变。是，所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说它要进入一个休息？但指标我们不只看一个啊，一个还不准，就说。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是大成钢、那是大成钢。好，大成钢呢，高点没有过昨高，它其实它公布出来 EPS 很漂亮、是昨天下午公布的，超过 0.4 嘛，等于说它一个季度大概应该可以赚到1.2块哈、这个利多出来呢，今天盘中有跌破昨天低点，是，但是今天最高没有过昨天 高点、代表什么？这个利多是无效的。哎呦，利多反而没有反应，这个利多是无效，等于说它已经领先反应了，是。就领先反应呢、好，所以我跟各位讲说，从这个中鸿哦，这都是有代表性的哦，股本两个都差不多，一个140几亿，一个150亿。大成钢，那大成钢也是这样、代表我们告诉各位、就是说，不是说它，这个基本面改变，而是说它涨多了，是它进入一个技术性的修正跟整理。整理，那这个整理但形态有可能也是一个高档横向整理啊，不一定。它不一定要用跌的方式啊，至少要休息就对了。至少要休息。那这个休息，既然你惯性改变，这个休息时间我估哦，至少也要1到2周了。1到2周，因为你一定要1到2周才有办法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指标修正到比较低的位置嘛。那很有趣，如果钢铁真的要休息1到2周，那测出来的钱又去哪里？对。这个就我们要看，但看盘面、我跟你讲，等一下乙哥会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那你看这两个指标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样、那过去来讲，我一直提说钢铁指标股最强的是谁，你就看最强、我们知道这一波最强是什么？张远。张远是张化肉眼，就是你们两位嘛，对不对？对 对，你们两位，张化肉眼这个以前我那时候我们在五月初就已经跟各位预告、就是用那个表嘛，那个什么低价库存。库存市值比，对，市值比就找出来。那时候很便宜啊，很便宜。你看有几根啊？一、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五个涨停板，是不是？
我记得我上一次前天有跟各位有讲，你说过去惯性通常涨五根之后，第六根通常就开始震荡，就开始震荡，没有错嘛？一个涨停，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你看今天开始震荡，对，这是经验值，这是因为这是这一波最强的。好，那我们刚刚看的还不是最强，但是它是有代表性的。可是它有过高，但没破低。对，重点来了，哎、欸欸，大 K， 你讲到重点，昨天低点没破，没有破，但是今天最高。有过昨天高哦，所以代表什么？最强的指标还没有死哦，最强指标还没死，还没死哦，代表什么？钢铁股，现在只是休息整理，是，没有要结束哦，因为它没有要结束哦，所以，哎，所以说各位不要以为说钢铁股哦啊完了完了，你就去放空它，千万不要，是最强的指标没死啊，好，这是钢铁部分，那原则上你如果手上还有钢铁股。一样、哦、就按照我们前一次还有我们刚刚讲嘛，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减码调节，就你不要跌破这个前低嘛，昨低嘛，一个短线就是昨天的低，前一天的低点，对对 对, 對，要不然就是用你过去教的 swing 的方式也可以、哦、既然它有跌破前低，代表就是要休息整理；既然它也跌破昨天低点，代表要休息整理。好，所以你就不要抱那么多嘛，你把它获利了结一部分，把现金收回来、也是对的啦、好，那航运股怎么办？因为现在钱全部都是挤在钢铁航运 啊，那航运到哇，明天要放出来了、欸。长荣，你看全部红 K，低点，你看这个惯性哦，低点都没有破哦，这个低点没有破，低点没有破，低点没有破，一路涨，所以一样，航运股今天长荣低点是哪里？195，只要长荣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嘛，是，明天只要没有跌破这个价位、我跟你讲，航运惯性还是一直往上哦，是，哦，这个是这样子哦，那这个是市值最大，现在已经市值第四大，我们台股市值第四大，从第五名又跳到第四名，对 对, 對，跳了一名，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指标是什么？最贵的航运股，最贵航运股这个万海啊。你看，一样万海这个惯性改变了没有？没有哦，还没哦。对哦，那万海今天的低点是哪里？317.5，只要明天317没有破，你都不能看衰它哦。是，它因为它有可能是行进间整理，也会越垫越高哦。好、所以这个就，所以我想这种方式你就很容易去拿捏这个市场行情，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跑来问我说。啊、手上钢铁股到底什么时候要卖、因为每一个个股走势不一样，对，啊、航运股什么时候要卖、每个个股也不一样，那你就抓每一天你把那个低点拉出来，是，只要没有破它惯性就没有改变、哦、我想这个很容易看、那台华一样，你看台华今天涨停板了，是、哦、就一样、哦、惯性都没改变、今天低点是吧？ 261， 好，把它记起来，我告诉你，明天没有跌破261、就是休息而已啊，是，它可能只休息一天又创新高啊，都有可能啊、好、哦、这是航运股的部分、那等一下，加强定，等一下加强定要告诉各位什么？我们讲说，中鸿跟大成钢哦跌破昨低，那这个要陷入整理了嘛？是。但是最强的指标没有破低，代表这个行情还没有结束啊。那到底指标要看谁呢？钢铁股、钢铁航运会有新的指标，会有新的指标。哎呦，不是你们现在知道的新指标，是你们不知道的。对，因为我刚前面前提讲、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今年很多法人操作绩效、都输给散户、就是因为他们的还是陷入过去旧的观念，就是说一定都是琢磨在这个电子股，他很少人敢买这个钢铁航运。那我觉得、我前面就讲说我们要尊重市场、市场是发钱给你的老大，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所以变成钢铁航运既然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但是有一些新指标，对，新的指标怎么看、然后怎么样操作，那等一下加强店告诉你。好，非常谢谢这个 V 怪客，这个今天的加强定，既然还是要从钢铁航运告诉大家有新指标、同样的问题，这一定要跟乙哥来讨论。乙哥是社会观察家，对不对？这一波的航运钢铁，很多人都赚翻了，真的。那有很多是看赌蓝翻了。对，有人酸葡萄嘛，对不对？你讲这个，我刚才听 Vincent 讲，好，先补充，我补充不了。
因为我这两天啊，就好奇，在市场上怎么看这个什么钢铁航运，我就好奇，每天在晚上不是有那种理财节目吗？看、嗯，我说我觉得有些节目很弱智哎、欸，比如说谁？请问钢铁股明天会不会涨？涨没涨？圈不是还打叉、哦？有没有举牌？举牌？我说这些白痴才会举牌呢。哦，问你嘛，电子股明天会不会涨？请举牌，请举牌。重点这个太弱智了，因为电子股这么多，嗯。啊你，我今天如果买了太阳，我涨停板了，对，我买了强势股，啊，我买了跌了，嗯，靠，那我圈有意义吗？那圈这个圈杀是没意义的。对，就像钢铁股，有的会继续涨，我就觉得就是说，股票市场说二分法是错的，不能二分法会让人家弱智，是，那看那节目越看越笨，那不晓得在讲什么。哦，不是说我不是说我们多厉害，就是说、嗯、很多东西不是说，哎、欸，会不会涨？请打圈。对，我说神经病嘞、欸。你要讲那个重点、啊，你要看我打个岔、欸，不是说流量高的节目哦，含金量就很高、哦，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小白，你知道吗？对，那小白都喜欢凑热闹哦，这个流量很高，我就去看。那并不代表那个东西会让你学到东西，看久会弱智，会变笨。不是，你想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复杂的股票市场的波动用一个圈跟叉，就太过于简化。我是觉得这些有病，就像股票下跌，有人股票会涨停板、啊，你说明天股票会不会跌？跌？哎，我主要林北股价涨停板，懂吗？那你林北都出来了，你懂是吗？那我觉得真的太弱智了，我就是不能用投票了，因为投票是票票等值嘛。啊、对，我在讲。这个对、啊、股票市场也不是用辩论的方式、啊。我在讲我过去的历史，过去我们以前在财讯快报的时候，还那个实体报纸在的时候、嗯，每一年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哎、欸，我们票选说今年的潜力股，哎、欸，对，年底都要有没有啊？所以很多同事在这边，我跟你讲，你们是用投票啊？对，就在那选嘛，然、后十大潜力股今年度就、哦、喜欢奇美电的举手、啊，对、哦，我跟你讲，你选出来都不是潜力股。真的、啊，屡试不爽，屡试不爽。哎、欸，你怎么会看？我跟你讲，今年跟你讲说年初说航运股会涨几十倍，没相信吗？没人没相信，没人没相信啊！对，你选什么啊？台积电啊，什么 IC 设计啊？你信不信？哎、欸啊，就是我就说，我就回到一讲就说，嗯，今天很多赚到钱，但是哎，你看56万赚到900多万，我就光航运就赚了600多万。你知道一个还更扯，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小编抓的。这个成交金额前十大的认购权证哦，这杠杆倍数已经很高，十档里面有五档也是这个不是钢铁就是航运、啊。我就说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说、嗯、你看人家赚多，你上一页对，探家贼，探家贼，你不必羡慕、嗯，真的，因为你不是他，所以你要、嗯、我们看看伟人故事，你看久了你不会成为伟人。哎、欸，一语道，但是你要学习惊醒梦中人，你要学习人家为什么会赚到钱呢？对啊，为什么？思想产生信仰，有信仰才有力量。对，就是说，我常觉得说，你现在看这航运钢铁到底会涨到哪里？就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可是我最近有个逻辑嘛，我上礼拜有这边讲过。嗯，你要看啊，每天出去看，钱往哪边挤嘛？成交比重嘛，成交比重很重要嘛。说，你想你这个是今天呢、啊，航运的成交，快要40%了、啊。对，还够底加了。对，还没造。你就说。你很简单的逻辑，那市场上你每天骂航运股，说航运股是乱源，他妈，那、啊、你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挤往里面挤？不用把它剪掉，就留着。我为什么往里面挤？嗯，有利可图、啊、有利可图啊，对不对？那你、啊、那你为什么有利？那一样的道理吧。嗯，我说只要再听一次，对，只要航运股30%到50%，嗯，而且你不要忘了，最近长荣跟阳明还被关紧闭耶。对啊，30%到50%，它就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嘛。你管不了、嗯，你说啊，这不合理。合不合理是你讲，不是我讲，市场讲的嘛。市场讲的，你说不合理啊，市场就是这样嘛。所以航运是3%到50%，然后钢铁是10%到10%左右，我讲，10%是可以表现，但是如果超过10%、15%以上，强就会有比较强劲的演出。今天是15%左右，嗯、那如果前两天还到20%以上，对不对？是一样。如果降到8%、7%、5%、6%，就要整理嘛。所以航运股什么时候会跌？当这个市场上。钱慢慢退潮、嗯，如果你发现啊，航运股成交量比重占20%以下，我跟你讲，卖个肾还急吗？不是，钱是最敏感的，不是你我们每天在看市场说哦，你每天说主观的这主观的意愿，客观的现实是不一样的，是人之不如意啊，十之八九啊，你常常觉得说我应该要怎样，谁跟你讲应该的？嗯，没有，所以明天。
应该电子股要涨，谁跟你讲没有应该的？谁跟你讲应该的？对，没有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成交量比较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嘛。是，所以最近你就发现说，有几个现象要特别注意说，刚刚Vincent讲的，我心有戚戚焉，就是说，大家讲，你是大家思考一下，欧美也好，或者台湾好，一旦解封，你最想干什么？出去玩啊，吃喝玩乐嘛。对，你会说解封的时候，哇，解封了，我就要去买 NB， 不会嘛？是，对不对？我要去看 NBA， 不是买 NB 啊。对，我解封，我要找朋友喝酒吃饭，对不对？我要去旅游，对我要想说，哎，我找个温泉饭店要去泡个温泉，已经花费在这里嘛。没错，所以最近我讲电子产业会弱，我就有几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去年的疫情原因是造成很多需求出来嘛，可是现在解封了，热度不在这里嘛，所以你要讲一下为什么台积电不涨，就是说你看嘛，台股创新高，台积电没涨嘛，对，那其实不是台湾这样，你看韩国也是，韩国也是创新高啊，三星也不涨啊，毛毛 key 啊，毛 key 啊，这些新鲜都一样，就是说，所以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台积电是好不好？当然好，可是说这个好到什么程度，什么市场去怎么评价？也许像你看 ，FB 市值又会到一兆美金以上，就哎，可是不一样的逻辑。就说就这种，我常觉得说，下个阶段，也许我们Vincent在昨天上礼拜讲那个我蛮重要的，五月份订单的金额比四月份少，有开始掉了。可是成长是什么？是什么？金属啊，基本金属啊，机械，就知道这已经在改变一些事实的现况，不是说。我们说啊，你们的钢铁不涨啊，每天在电视上骂钢铁股有屁用？我们就把现在韩国，你每天看电视，早盘一开打开，就是那些人在骂，骂到从骂年初骂到现在，还在骂、哎、啊！不是说钢铁股怎样，就是说其实它有个逻辑。我讲重要是什么？传统产业最重要的变化在供需嘛。那供需的调整，如果现在是这个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就看它反映到什么程度嘛。是，他说，你说到底合不合理？也许一年后、两年后来看这个行业，对，两年后回头看可能不合理。可是这个过程还在当下行进嘛，还在行进啊。你讲到航运，我突然想到，你身为社会观察家，我们都只关注到贾永杰的新闻，对，你关注到的是谁？对，徐若瞻跟航运什么关系？我有首想到徐若瞻，徐若瞻去年最有名的广告手。小孩子要选择，大人什么都要。对，说问，你会发现这个航运有什么关系？徐若瑄大概2016年啊，2014年结婚之后，他以为嫁给一个有钱人，就马可波罗，海运集团在新加坡，是李云峰嘛，可是没多久，什么一直出来拍广告啊，什么说什么他可能这个破产啊，然后要老婆出来赚钱等等。所以你看啊，所以2016年、2017年。这个所谓他的马可波罗的一个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嘛，同时间，韩国的韩进海运破产，也破产，对，所以你就说这个都很惨啊，可是我在讲说，但现在是赚翻了吗？至少我看股价是没就表现还差强人意，但是我至少。危机已经过了嘛，所以说至少是由波而富嘛。哦，本来那个负债很多是吧？对，然后现在都清偿掉了。对，就是什么这个 timing 来了嘛，又来了。所以我相信我一件事情，就未来一段时间，许诺贤一定在新加坡跟他老公在一起，过了幸福快乐日子，因为是不用再这么出来赚钱就对了。对，不用压力那么大了嘛。是，所以说你这个是很有趣的新闻。到底他是有帮夫运哦，这个渠道很重要。你怎么说呢？2014年嫁给他就掉下来，那现在又回来，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叫帮夫运，叫做那先苦后甘嘛。这个叫男人的沙文主义。为什么你娶个老婆就要帮夫运？为什么你不能帮妻运？说的也是、对嘛？对不对？说得好，由我来承担。好，那这个呢？老师，我讲这个两个太有趣了，你知道吗？赵薇哦，赵薇跟他黄友了。赵薇跟谁啊？吴佩慈，他们又怎么了？你看啊。叫黄友龙她老公我跟你讲，她老公之前是在1990年初期在干嘛的？他是一个深圳市长的司机呀、对，那后来十年后变得有钱，很有钱，变成百亿身价，这厉害。好，我讲的哈，应该这样讲啊、包括纪晓波也跟黄友龙，其实都跟一个有关系。那2001年，在江泽民快下台的前。江泽民这个做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澳门开放赌权。澳门开放，过去澳门赌权只有何鸿燊家族。是，何鸿燊家族到后来因为开放，再开另外三个牌照。
那这个三排牌，这三个牌照就这一个牌照又可以分两家公司啊，等于多说变八个出来了。是，你知道澳门的赌厅里面啊，最赚钱的不是我们去那个什么大家大众厅啊，是那种贵宾厅啊。哦，那一下注都是金额非常高的。那个在香港人叫叠马仔。什么仔？叠马仔，叠是叠在一起，叠马仔。叠马仔，那就是管理贵宾厅的人，那些可以跟你对赌，可以给你融资，可以。哦。你知道啊，这些人呢？因为大陆开始有钱嘛，我就说，哎，我知道，我说大陆，假设你是个大陆突然爆发的爆发那个土豪，哎，我觉得哎，最这找你来赌博，所以这是赚了非常多钱，所以那时候澳门的赌厅的整个 total 的收入超过拉斯维加斯的，是吧？好，所以他们很多人就靠这样赚钱，对，那他呢？要跟这个，所以其实阿里巴巴，我腾讯那个上次那个什么那个蚂蚁金服。赵薇也有，那、啊、赵薇有是有股份、啊。我这个这一定算一个很内幕的故事，有兴趣我以后再讲，做个节目再跟大家听讲那故事。那重点是什么？对，他最近你看出现问题了，被债主追讨。为什么啊？包括纪晓波。纪晓波是豪宅被抵押。纪晓波是澳门叠马仔的前十大。前十大叠马仔，还有一个叫席米华。席米华也是，就我想就是简单来讲，因为赌场起来的。的这几个人，包括纪晓波也是，那个包括席马仔吧。那这些人呢，面临一个问题说，第一个，当邓小平那个习近平上来之后，生态开始改变，重点是再加上什么？这个何鸿燊走了之后，整个澳门整个一个叠马仔生态大改变。是，再加上这一两年，澳门啊，这个去年开始，那都。没有赌客了，所以造成压力。所以之前他去什么？去关岛那边，不关岛那叫做帛琉，弄个什么？关岛帛琉弄个那个赌，说要花一两百亿美金去弄个什么赌场，现在卡在那边。对，所以你要了解说一个趋势的变化，有人开始像徐若瑄开始，一个趋势变化，徐若瑄。那现在这些赌业的人，而且跟政治比较牵连比较大的，后面有很多政治势力角。这个勾结的，他就压力大了。所以我想讲说，其实股票市场也是这个逻辑。逻辑就是说，你其实看他艺人的生态的生态，其实也反映某种这个所谓我们讲说这个产业生态给改变。所以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你把这个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而且看这个，这只有社会观察家才会发现。你看，为什么人家66亿马上还掉？为什么？对不对？对不对？还掉了，就因为航运股，航运股好了，就这样子吗？就这样，是，他也做航运股了，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要讲个这讲个这个最后讲个补充的故事，就说，是，大概去年啊，大概去年底，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做建筑业，他说，黄秋跟你讲哦，那个哈、哦，最近钢筋开始往上调很快，他说，我这样盖房子成本很压力很大，对啊，他过一个礼拜说，我想通一个逻辑。哎，他转个念，他去买钢筋股，本来想说帮自己避险就对了，对，就说钢筋越买越贵，我去买钢筋股的股票，要钢筋在跳上，对，就变大赚，我就加入他了，你知道吗？是，其实很多，其实说你在很多时候就人都说你脑筋要灵活，有时候变转念过去，你把一些，你一直在抱怨说我钢筋进价成本要越高，不如。转个念去买钢筋，我就去买钢筋，就去买钢筋股。对对，对不对？这是一个转念嘛，就是说，就是看航运钢铁股，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参与的，那开始思考说，开始前阵子开始有人转念啊，航运股我买不到，我去买荣运，我去买什么？转个念嘛，转个念，天下这个你的路会更宽。好，非常谢谢这个社会观察家乙哥、提供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投资逻辑有时候跟人生有点像。好，那待会加强力的时候呢，乙哥要跟我们讲什么？核二厂一号机今晚就要停机了，那台电是说供电没有问题，乙哥怎么看这个新闻呢？跟投资逻辑有关系，请锁定待会的加强电。